前面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海角七号的专题时间。吴欣宇，你要弹什么歌曲？国境之南。好，国境之南有没有听到？还是海角七号？不过这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，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欣宇精彩的表演，来。